白沙屯妈祖的这个徒步进香呢，刚刚从这个彰化县政府离开之后，往前走了一小段，又进入了南瑶宫，稍微的休息停驾一下下。不过可以看到说，除了沿途的这个很多的信众之外呢，我旁边这一位是很有名的这个 YouTuber， 叫做小贝米江。对，没错。对对对，那他是外国人，可是呢，他很喜欢台湾的文化，对，参加过很多次绕境，对不对？对，绕境的话应该参加过快到50个多。这个，但是这个白沙屯的是我第4年的，对。为什么喜欢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？我觉得这种的活动真的可以入境随俗，感受到台湾的人的那个人情味还有热情。嗯，那像白沙屯的进香啊，你自己觉得今年有没有跟往常不一样？人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人是比较多，还有我觉得人是比较开心的，因为今年他们都可以那个体验那个钻轿脚，所以很多人就想要受到妈祖的保佑，就很开心的可以体验。嗯，那你这次打算跟着走几天？其实我应该就是今天，就是今天而已吧，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其他计划。而且刚好我就是彰化本地人，我就出门可以参加这么厉害、这么就是让人感动的一个绕境活动。因为我看你刚刚好像跟一些长官、市长他们都还蛮熟的。对，对，我就是，我就很喜欢彰化，所有彰化人都是我的好友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说呢，其实现在哦，沿途的信众也跟着这个白沙屯的妈祖銮轿持续的往南出发。那刚刚呢，其实因为现在进入市区非常的塞，沿途也都有进行交管。那包括说很多的民众呢，看到妈祖銮轿经过之后，也赶快跪地膜拜，希望可以能够他来祈求平安跟这个妈祖的保佑。那现在妈祖的銮轿呢是持续的往南进行，终点站就会在云林的北港朝天宫。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。我最爱镜头，来，哦，他来了，来来来，对不对？超好玩，第一次，没有，这个是我第4次。哦，对，我现在不是菜鸟了，我进步了，有经验了，经验，我不到老练的，但是还是。今天来到南瑶宫的心情，我觉得玩得很开心。还有最主要就是，其实我今天早上4点起，对，所以我说这个都是最好的方式来入境顺俗。有没有很感动的地方？非常的感动，尤其是今天特别感动，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正在参与。
的这个徒步进香呢，刚刚从这个彰化县政府离开之后，往前走了一小段，又进入了南瑶宫，稍微的休息停驾一下下。不过可以看到说，除了沿途的这个很多的信众之外呢，我旁边这一位是很有名的这个 YouTuber， 叫做小贝米江。对，没错。对对对，那他是外国人，可是呢，他很喜欢台湾的文化，对，参加过很多次绕境，对不对？对，绕境的话应该参加过快到50个多。这个，但是这个白沙屯的是我第4年的，对。那为什么喜欢来参加这样的活动？啊，我觉得这种的活动真的可以入境随俗，感受到台湾的人的那个人情味还有热情。嗯，那像白沙屯的进香啊，你自己觉得今年有没有跟往常不一样？人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人是比较多，还有我觉得人是比较开心的，因为今年他们都可以那个体验那个钻轿脚，所以很多人就想要受到妈祖的保佑，就很开心的可以体验。走几天？其实我应该就是今天，就是今天而已吧，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其他计划。而且刚好我就是彰化本地人，我就出门可以参加这么厉害、这么就是让人感动的一个绕境活动。因为我看你刚刚好像跟一些长官、市长他们都还蛮熟的。对，对，我就是，我就很喜欢彰化，所有彰化人都是我的好友。谢谢。说呢，其实现在哦，沿途的信众也跟着这个白沙屯的妈祖銮轿持续的往南出发。那刚刚呢，其实因为现在进入市区非常的塞，沿途也都有进行交管。那包括说很多的民众呢，看到妈祖銮轿经过之后，也赶快跪地膜拜，希望可以能给他来祈求平安跟这个妈祖的保佑。那现在妈祖的銮轿呢，是持续的往南进行，终点站就会在云林的北港朝天宫。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。